少峰，嘿，我已经联合医生提假的报告，甲伊讲伊有问题，也毋过伊不爱相信嘞。我看吼，得还阁用更加凶的手段。既然雪莉是作为少峰的大石头，我得想办法替伊搬走。你放心，雪莉巴肚内底的囡仔，我会想办法替少峰处理掉。必行，讲你有话是时间跟我拖，即马立场无同啊，换我有时间跟你拖，这就是你破坏人家庭的处罚。这也便拢送你，恭喜你准备领便当啊！张彩玲，一定是你，我绝对袂放你选啊！